DQ 先杀一个，等 AD 走过来，回马枪 ARA 给解除隐身，在 W 破断再一颗插起来，还有谁？来吧，加文四世。所以想看主播继续玩的话，把这个鼓励发在公屏上，我需要你们的力量。开局投蓝 buff， 那你还想玩？单开蓝 buff 这么伤？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他没一眼了，去 F 流抓了，叫上，哼，刷个 F 七。小烧杯，德玛西亚永世长存。等一下，马上来。角月刚才是不是交过闪？前面可现在推进去了。上路杀口给他自己玩吧，等他耗血耗的差不多我们再来。等一下我过来了，这咖喱奥点蓝快好的，直接买孩子的，这种咖喱奥会打配合的。蓝头警告，我还没到一个E点蓝挂上，给早了控制，不过皎月回来了，恶向挡边身。抬头过来啊，他没闪呢。哎哎，火男都过来了，这两个是哈子吧？蓝头好了没有？这个随便包一个人他都死了。这皎月待会马上要升力，他要补这个车，他补这个车的，一冲他死了。过来过来，他死了，还要抓中抓中抓中，黄金圣盾草粉给队友烂一个人头，他闪现过来了。这寡妇怎么这么喜欢偷啊？玩寡妇的心里都这么阴暗吗？感谢宇宙牛郎开的钻粉，感谢老板牛郎。听说最近结婚了呀，牛郎怎么请帖都没给我发一个？下次哦，不用了啊，有机会的话再给我发吧。祝你这个早生贵子啊，白头偕老。什么意思啊？更强的敌人，减速，他没看到我，一刀，两刀，擦一下，头粉，呀，暴扣，在你的头上直接暴扣，好吧，连他大都打不开来，有嘲粉在，这种直接裸鞋子的加里奥还是值得一般的，没白给他烂人头啊。怎么回事，加里奥，来一下 brother， 我要被连体了，大招大招大招大，
撞死他，他好像打到龙去了。这沙口这么阳光，他应该偷不到啊。一般上到沙口都比较阳光一点。本身自爆，他在装，看来还是这寡妇更阳光一点。等他过来吃针眼，吃吃吃吃，看我这波 Q 一闪 RA， 怎么没 Q 到？没事，巨龙隐身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还敢追我啊？哎呦！巨龙，这狗都吓了一跳。没事，我电信好了，电信好了。你别发信啊！你发信啊！我手抖了呀！我原本要 EQ 杀他的，这不原本要双杀的，这狗都没大没闪了。这队友的信号影响了我的操作。这样子开。主要他开进塔了呀，刚才在塔下其实可以直接 E 再 W 打个闪，下一波再杀他也可以。他这样开我跟不上他，因为刚那个兵线距离这角月要 Q 补兵的，在他 Q 的一瞬间 E 他就好了，他 Q 有个抬手动作。蓝头这波可以开，真的无脑这英雄，开个蓝头 W移速还比你快，既然吃不了一血塔，那就吃满层塔皮吧，得先开了，不然被火狼定住就摁不出来了。满层塔皮也吃不了，你不要过来啊！哎呦，他有闪现啊，不然我这波插飞可以秒他的。转 A Q 永刷伤害怎么说，差一点点，太肥了，这德莱文一刀给我劈死了。不会吧，为什么把把要奔呢、啊、小爱同学四分三十秒后提醒我对面德莱文有闪现啊。这皇子的 EQ 优先级有点低了，要高一点就行了，比如像那个谁的酒桶的 E 的优先级改到差不多，两个技能配被三分之一个技能破，这个剑魔一段 Q 就可以打断，伤害还比你高，只要是外圈 Q 就可以了。英雄联盟设计师，怎么真也没人来排呢？等一个缘分，经典钓鱼，他没闪现呢，九补，影魔刀都死了，把西兰刀买了，我们要被包死了。坏了，咖喱要去带了。保镖呢？保镖呢？上他小手没啥用啊，他只能恶心对面。他这把也没恶心到啊，这边没眼，他怎么还能丢火？扫描，我站右边一点，他丢左边看不到我。等一下，哎，还有个 F 六，找机会先偷一个。透支是吧，开了，我这视野卡这么好，天衣无缝。有挂有挂，这个人很假，我开了扫描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去杀德莱文去了。德莱文闪现刚好啊，这小爱同学在提醒我了。这波很赚，这戴安娜没闪，他要来守线，我感觉包了包了。这么好的走位吗？怎么感觉两斧子我快死了呀？这波狗头没来团，立功了哮天犬。这个火男真的，这火男只能说有点奇怪啊。他要吃盒子恐惧了，直接一颗吧。
二 A 杀狗，永霜定住，先杀后面的火男，别急，大招弹起来 ，DQ 再插起来，一刀减速，闪现拉开再 Q 插起来，这盘子也有问题、啊。怎么闪现在脸上开 Q A 也能躲得开吗？什么反应啊？职业选手的反应啊？这房子打过职业是吧？不要防装，这把 R A 不是对面死就是我们死，多这点攻击力没用，还是补暴击吧，暴击的收益更高，这个点因为我攻击力太高了，多加那点二三十点攻击力没啥用。对面这个阵容伤害不是特别高啊，来个龙魂的话他就打不动人了，脚位又一蛮多的，龙魂全给他挡了。等他走过来，别急，他不走过来我们不要交 EQ。 他怎么没闪了？小爱同学，四分三十秒后提醒我，对面德莱文有闪现啊，先把这个 ED 给他秒了。稳一点，来吧，无尽之盾。其实房子也可以出个灌篮高手 ，EQ 就是这个篮筐，大招就是球场，看到没有？我这点子怎么样？马上给我出，明天就给我出。有没有在拳头上班的？兵线进塔了。EQ 先杀一个，等 AD 走过来，鬼马枪 ，ARA， 别解除隐身，在 W 破断，在 EQ 插起来。还有谁？六隐身，拖下一套技能，拖 CD， 点什么投降？我都三杀了，队友四打二，这波漫不经心的三杀蕴藏的几千个细节，他们三个都被我杀了。再带一个大龙 buff， 再吃个龙魂。他不应该交这个闪的，他这个闪不交的话，这波一定能摸到德莱文的。打野死了，我这波没逞，这边有个狗在 ，EQ 扫飞一二三四五 ，Q 巨龙撞击六刀拍死，本来我闪现好了，小爱同学在提醒我，拉龙先，我是惩戒的，他们没打野，好了，这 EQ 压个起身。这波有龙魂在，没事，这波我有闪现，看我蛮视野 ，EQ， 闪现插起，一刀直接做掉。当我有闪的时候，我的 EQ 就不会空，直接把对面打投降，连高地都没破的，直接龙魂。哎，我就说嘛，这么给力的打野不可能吧？这把就算对吧？这把炸穿一路能 C 起来，只要不是炸穿两三路，这不是随便赢。我原本还想今天早点下播的，看来是下不了了，再吧。